奶奶，你今天想吃什么菜呀？我吃的是一不挑，要去炒个鱼丝吃吧。好啊，很久都没有吃鱼丝了。妈妈，这鱼丝怎么那么大了？这不是鱼丝，这是鱼头。妈妈，这鱼头怎么那么难切啊？这鱼头本来就硬。这鱼头那么硬，能好吃吗？肯定好吃啊！等一下你们说，哎呀，太好吃了，我都停不下来了。好了，可以吃饭了。姜维、姜梅，你们把我碗筷吃饭了。好。来来来，你先吃。妈妈，你好，这一次怎么有股酒的味道？太香了。这都被你吃出来了，真不愧是我们家的小馋猫啊！让奶奶呀。